近日，济南战区新年度联合作战训练拉开帷幕了。联训围绕战区各军兵种海上联合作战、夜间联合作战训练实践探索，推动战区联合训练由严训法向严战法拓展，促进战区联合作战训练向深和战区联合作战规划。围绕信息化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特点要求，紧贴作战任务、作战对手、作战环境，强化针对性，提高战区诸军兵种实战条件下整体联动的体系作战能力。联合作战训练是世界各国军队作战能力建设的一个共同主题，是有机融合诸军兵种作战能力的高级训练支撑进行的训练。自2009年开始，我军率先在济南军区展开战区联合作战训练试点，那战区内诸军兵种国防动员力量同筹划、同指挥、同演练、同保障的联合作战训练方法路子，为深入战